好，来开始啊、哦！来，拿到鸡以后，把它的鸡头板好、哦、拉直，一刀，老板，刀之后切块。哎，老板，哎，你的蛋蛋呢？在对面。啊，在对面，在对面，不是在那边吗？没关系，今天被他拔走了，在对面。哦，是啊、哦。尾巴被他卸掉了。哦。熟鸡从这边这样下去之后，一刀下去，这是熟鸡的切法。生的话就从背后一刀，这样一刀之后，它就分两半。分两半，然后这个时候脚长长的，你可以把它脚拉出来。这个是熟鸡的切法了。啊，我现在也是生鸡示范。脚这样一样，然后来脚没有的嘛，再把翅膀拉出来之后，一刀在这边，一刀两刀三刀切在关节处。啊，这个时候分成三块，一块两块三块，中间一刀，在这边一刀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这第一块这一块跟这一块中间这样摆，这样子就是一盘了。好，这样一块一样。切的时候下去不要动，这是熟鸡的切法，好吧？下去不要动，这一刀，嗯，这样一刀，嗯 ，OK， 这样子一盘就上桌。另外一半也是一样，先把脚卸下来，熟鸡切法，哎，一定把切，然后再把翅膀拉出来，翅膀拉出来，一样可以，没问题。然后一样，一二三，三块嘛。鸡背肉、鸡胸、鸡腿，一样一块一块来。摆盘，要摆盘。OK， 好，上桌，就这么简单，结束。哎，好，好，谢谢。